如果你話呢一刻我最想要啲乜嘢，好實際，我最想要嘅就係名同埋利，我就可以同自己有個交代，而呢個交代係我呢幾十年嚟冇去承諾到啊，冇去實踐到，我有愧於我家人。某一啲嘅時段咧，我就會自己轉咗入一個黑洞嗰度。我自己唔係嗰下拍翻自己咧，我諗我唔會坐喺呢度。某程度上，佢喺我後邊係一個好強嘅鼓勵，一個好強嘅強心針。以前細個咧，唔知咩叫相依為命啊，距離我哋好遠嘅啫。但係原來開始近啦。咁我問我太太，我我希望你離開我先。係啦，即係我想 take care 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伟权。计我入演艺学院毕业到而家咧，就差唔多接近30年噶啦。我 form four 嗰时咧，已经系想入演艺噶啦。朝思梦想，成日即系因为我喺湾仔嗰度读书咧，成日都会经过见到一间好靓嘅 building， 咁啊成日都希望喺嗰度读书。咁但系而家回想翻，其实我系觉得系有少少唔系好负责任嘅。那個年代去讀名校是很困難的，爹哋媽咪是真的很辛苦去幫我們去讀這一間學校。20周年定25周年的 annual dinner 回到母校那裡，那次就個感覺最強烈啦，因為個個都已經是好像很醒神咁啦，我就喺度諗啊，都畢咗業成20年啦，即係。點解自己都仲係即係好似一事無成咁嘅咧？咁當自己諗嘅時候，我就會有啲負面嘅情緒。我自己唔係有信仰，或者我自己唔係嗰下拍翻自己咧，我諗我唔會坐喺呢度。所謂嘅童顏咧，其實我自己咧係覺得係某程度上係有一個時期係累咗我。就是在我20多歲的時候，在挖掘團的時候，我沒有角色做到啊，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小個，很多時候角色是大人來的嘛。跟著那個 Artistic Director 就跟我 說 Gary 你太小個樣子，我找不到角色給你做啊。到入電視台了，又是類似的，我這些樣子一定不會給你做一些成熟的角色啦。之前我拍了一套劇咧，我就要求了，我就跟 Amy 姐講，我話呢個角色是 man 少少，我可唔可以留須啊？我可唔可以留？我真的可以留。咁啊，於是我係咁刮啊，係咁留鞋，咁茶巴爛地，咁就會是 man 少少嘅角色，就真的有須啦個角色。希望今年會出街啦套劇。有些人咧講就係話，你群咧群啲一二線噶啦。嗱，我就咁睇嘅。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話，我不理他幾多線，咁但是如果你很有機心咁睇咧，你是需要群啲一二線，因為那些一二線可能他哋有些聚會，又會同啲監製啊，又會同啲導演啊咁，即係有時候可能監製開戲啊，或者啲導演開戲，會覺得呢一輪諗下啊呢、這個角色啊咩人做咧，咁佢一定會有啲 type 咗係佢有一扎嘅 casting。咁但如果你喺嗰輪係蒲頭蒲得多，或者喺公司出現得多，咁可能樣一樣佢可能會記得你。咁但係咪枕住有呢啲咁嘅 gathering 而幫到你嘅事業呢？唔知道 ，God knows。我始終我覺得實力好重要嘅，即係就算你俾你群到而勾到一個角色，或者遇到一個角色，如果你冇料嘅話，咪跟住都唔會有咯。開始條路好似係上緊軌道，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刻我最想要啲乜嘢？好實際，我最想要的就是名同埋利，都希望有機會做到男一啦。當你有咗呢兩樣嘢嘅時候，我就可以同自己有個交代，而呢個交代係我呢幾十年嚟冇去實踐到。我有愧於我家人，尤其是我媽媽。
因為我媽媽年紀真的很大，但是今時今日佢都仲係好擔心，仲係好擔心我呢個仔，因為我呢個仔做呢一行，咁大個人都仲要阿媽擔心，咁呢個係咪我嘅責任咯？我同阿太太咧就係兒童節目相識噶啦，佢喺我後邊係一個好強嘅鼓勵，一個好強嘅強心針。結咗婚三四年到啦，都有嘗試過話好唔好愛個小朋友咧。過咗之後咧，打後呢十幾年都冇諗呢一樣嘢。近呢一年咧，唔知點解，有一日我同我太太講，我話：我哋老咗咧點算啊？六十七十嘅時候，身體機能開始衰退，咁咪得我同你啫喎。以前細個咧，唔知咩叫相依為命啊，距離我哋好遠嘅啫。但係原來開始近啦。咁我問我太太，我話我希望你離開我先，係咯，即係我想 take care 佢。我同我太太咧係從來冇養過小動物。冇小朋友之後咧，佢突然間有一日啊，唔知道我哋可唔可以養，即係養咧咁樣。咁咁啱咧，有一個朋友咧，又幫我哋揾到紅棗翻嚟。紅棗今年就已經十四歲啦。同我太太講，我就話真係有心理準備。我自己咧男人咧，我都可以頂得順，可能我係驚我太太頂唔順啫，因為佢同佢真係好 close。但我希望佢哋係冇病冇痛咁樣走咯。哪吒星呢個角色咧，我係要好多謝監製 Amy 姐嘅，因為係佢即係話俾我知有一個咁嘅角色去揾我做。呢個角色真係幫到我好多嘅，出到嚟個迴響啊，各樣嘢啊，反應都好大。琴日就翻公司做咗一套新劇嘅宣傳，咁我就翻去打開 locker， 一開，砰，跌咗一張卡，即係嗰啲寄信咁啊，咦？哇！我真係 N 年冇收過呢啲咁嘅嘢啦，一揭開，哇！即係一張卡咁大張啦，寫埋曬，即係沙田區咁啊，一個區嘅影埋相咁，即係都安慰啊！有後生仔女嘅係想入呢一行嘅，我好認真，我會叫佢真係諗清楚，問清楚自己有幾多年嘅可以俾你燒呢一個火。當你有低潮或者一啲唔好嘅境況嘅時候，你要識得放低自己嘅嘢咯。唔係個個人做到，亦都唔係個個人可以面對自己嘅低潮。中意呢一行，又或者你係覺得你自己有個信念，我係得嘅。一日未死，我一日仲做緊呢一行嘅話，實得嘅。